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杰克斯。有说好的21张刮刮乐来了，这大概是我人生第二次买刮刮乐吧。上一次买刮刮乐是我之前很久之前还在花博上班的时候，某一天下班，然后我经过一个彩券行，然后我经过一个彩券行，突然很想抽抽看100元的刮刮乐，所以我就买了一张，中了200块，我又去再买了一张，然后没中。对，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玩过刮刮乐。这一次因为那个神秘的黑心 A。没有 A， 21张刮刮乐就已经在我手上了。店员竟然也不觉得21张是个奇怪的数字，没有用奇怪的眼神看我，真的太好了，对不对？虽然说我看起来就是一副怪人的样子，我才不是怪人你才是，你们全家都。好，总而言之，我们现在要来开这个刮刮乐，看有没有机会回本。这里总共是2100。啊，为什么会挑这个呢？主要是因为它是我看到那间彩券行里面100元刮刮乐头奖最高的，有50万，其他都只有30万而已。人嘛，要往更高的目标前进，所以我就选了50万的，出发。第一张，第一条没中，第二条没中，第三条没中，第四条也没中。第一张公布，第二张没中。有，第三张最后一条有中了，只是不知道多少钱。看一下，200块，把前面两张的钱赚回来而已。先放旁边。第四张没，第五张没。第六张没，第七张没，第八张没，第九张的第三条多少钱？根本就只是把这张赚回来而已嘛！不止，在下面也有，太爽了吧！还是100元，对，400块。第十张，第十张我中一条，第十张只把自己赚回来而已啊。11枚，第十二张有一条，200块，三枚哦，14中一条，15枚，16枚啊，17枚啊，第十八张有一条。第十八张有2条，还是100块，3条还是100，该不会5条都中，然后合计才500块吧？等等，第十八张500，有没有？20有一条，200块，最后一张有没有50万就看这一次了。拿到50万，马上就买一些奇怪的题材来拍，梦想就寄托在第21张。也没中呢。那我们来算一下总计多少钱。2 4 6 8 10，这里1000，1500，1600，倒贴500。